好，世界呢，台积电哈，我们的神山之都啊，芯片怎么走呢？是否能够看到我们每一步脚印？那影片当中有答案的，我们也期盼呢，一句阿弥陀佛能够从自身开展，感恩阿弥陀佛。台东市公所是，哎，好，看你啊，我看你们，很棒。好，这就是阿弥陀佛的家园。你们看到我们每个人呢笑容灿烂，笑容灿烂呢、哦、是代表的是什么？是真正的发自内心流露的温暖。好，温暖。其实世界这么大啊，我们将近呢80亿人口了。那整个地球，人们在问说，这么好的 AI， 研发者是否要更深入呢？果不其然呢、我们从2024年在10月19号，整个世界呢正开启这个美丽的莲花花朵。那这个是来自于呢无量的光、无量的寿，也就是一句总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代表无量光、无量寿。我们将脚下的所有慈悲一步一脚印的我们实践在日常生活。我们看到台东，就是在台湾台东的市井，每一个市井每一处角都能够让我们去惊讶、去感动，因为只有人心最美好。